哇，今天，来的出席的各位，相当踊跃啊，差不多坐满了。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，要不要再唱一下？这首诗歌这个曲调啊，非常的优美，那个意义也是非常的宝贵。我们来能够至少唱的有点印象。 这里说，我们人呢、人生啊，一直是片出去找那个山岭高冈，它是一种显意的说法，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你到阿里山，到什么骊山，到了玉山，到那个山，就是人生，它也一层一层的山，小学毕业那是一层，中学毕业又是一层，大学毕业。 又是一层，那各位就来到最高的学府，也是一座很高的山呐、啊。你的学到后来，你学什么？我想也许大部分就像我学的，我那个系里面学到非常好的成绩，将来啊能够在这一个行业里。 能够有很好的一碗饭来吃了，那这个就比较低一点了哈。他不是为着求人生的真相失意啊。如果你要追求这个真相，就是说我到底为什么活着？我到底为什么要读书？我到底为什么要生活在这里？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啊。 一次一次患得失望，你以为我要有一天跟着最好的朋友，全世界走一半，哇，那个我这人生就是非常好。等到你都走不了，也不过如此啊，也不过如此。这个不光是年纪大的人感觉人生的虚空，年纪轻也是这样啊。 我最近看见报纸了，说那个盖勒普啊，那个民调，他的一个数字就是说，在2019年前年那一年，这个
在青年大学生里面这个自杀的率，还有30岁以上吃这个抗忧郁的这个病的这个药啊，他说都比以前都高得多。所以你看见这报纸里说连台大什么学生都跳楼自杀了，那他们真是到了人生的这个高岭的高岗啊，山岭高岗了，为什么自杀呢？这实在不可解啊，不可解啊。但是你在这首诗歌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位他能解答你的问题，他能够叫你的人生有意义，他能够叫你的人生蛮有兴趣。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我从来不觉得很虚空很无聊，我觉得整天24小时还用不完一样。所以啊，有神跟没有神啊，你不要以为有神是迷信的，有神就是这个太虚无了。虽然是虚无，但是啊却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心。这个到底为什么缘故呢？这个缘故就因为我们人呢、是为着神造的，就为着神，你好像你觉得我为什么活着不能为自己为着神呢？他这个有一个讲究啊，比方说你在马路的垃圾桶里，你看到一个灯泡，这个灯电灯的灯泡在那里，你说这个灯泡有什么用处啊？灯泡是为着电的，但是电也是为着灯泡的，这两个合在一起呀、哇，它就大放光明，满足了它存在的意义。我们人今天啊，神把我们造的像灯泡一样，他就做我们内在的生命，内在的力量。这位神做我们的内在力量，那还有欠缺吗？还有软弱吗？害怕忧虑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我的一次都没有吃过抗忧郁的这个病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，人听见福音了，这个福音一面这个英文叫 gospel， 但是它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就 glad tidings， 大喜的信息。大喜的信息怎么大喜啊？因为这位神要把他的自己像电一样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内在的充满满足，内在的意义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这些信息，几位年长的年轻的，他们都在他们人生的过程里告诉我们，原来对神也漠不甘心，也没有什么有什么不信的，根本就不相信，但是哦，碰了主了以后，这个人生整个转变了。所以今天晚上你如果碰到他，你也会觉得整个就人生就改变。这个电进到你的里面，你就被电到，你就是就感觉甜美主，甜美的主，你就归向他，你像一滴的水涌流，流到一个无影的这个大海里面去了。所以哇，太有福了。那我自己信主的经过也是这样啊，跟陈汉弟兄，我没有他那个大哭一下，那我原来这个对神当然跟大家都一样，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神什么神嘛，人家说这个神我根本也信不来啊，信不来。那么这个信不来最大原因
我看不见他，我看不到他，所以到底有没有说你说有神，我也不能随便跟你啊，但是就太受限了嘛。哦，有的时候我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看见鬼呀、啊，差不多也能相信有神，因为这个都是另外一个界灵界里面的一个东西呀、啊。但是我也没看见过鬼，我也没看见过神，啊。那么很奇妙的，就当我19岁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。我本来在沦陷区在那里读书的，但是我现在很爱国了，很爱国，我就跟几个同学啊偷偷的从南京那边，然后就经过这个到西北去绕过去，经过这个两个日本跟中国的那个战线的那个前线，从那个偷偷过去，就到了重庆，四川的重庆。那个时候是国民政府就迁到那个地方去了，我就跑到那里去，那个结果国民政府他就那个时候战区青年能够投奔自由，他们就把我这个来分发在一个大学里面。那这个大学呢，原来也是在上海的，抗战的时候，他就搬到那里，那个就是复旦大学，我想弟兄朋友们有听说这样的一个名字，那我就到那里去上学，这个上学，有一天暑假的时候啊，一起从头部自由的两个同学，我原来在南京是念医的，念医学的。那他们呢，投奔了这个重庆，他们就给被分发到上海医学院，啊，就在那个暑假里面，他这两个有一个原来信耶稣是马马虎虎的，不知道在那边有一个什么圣灵工作，他这个里头就火热了。还有一个原来不信主的，就跟这个同学，给他搞了也相信的，也很热。所以呀、啊，他们暑假就特别从一个地方就到我们学校那个地方来找我，他专门就要我来信耶稣。他说：“小刘啊，真有神啊，这应该相信主啊。”那我说什么理由啊，他讲了很多理由，但是他讲很多理由，100个理由，我有101个理由信不来啊。所以我不是说我不信，不信是好像我不信，我说我信不来，因为对他们两个我是很喜欢他们，很爱他们这个同学嘛，我说信不来。所以就是像陈汉弟兄那个所说的那个见证，他们就说你呀，祷告呀，祷告主就好，祷告一下。我说我不会祷告，你们来替我祷告好不好？他们就说好啊，就在宿舍里啊，他们也真是跪下来两个，我就坐了椅子上看他们两个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哭兮兮的这样子祷，我心里好笑，干嘛这么悲哀呀？他们很为我这个灵魂这个着急啊，这个很这个流泪为我祷告。那么祷告完了以后，我说我还是信不来呀，还是信。他说现在你自己要祷告一下，自己要祷告，不要光我们祷告。我就给他们逼得没办法，说好好好好，我那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呼求主名啊，但是其实我就说主耶稣啊，就这么主耶稣，就这么喊一声，这么一喊啊，
哦，这里面心理大作用起来了。我没有像那个陈韩弟兄呢那样大哭起来，我这个怎样呢？我突然就在那里看起电影来了。什么电影呢？不是真正的电影，看过已过历史上从小的电影。我就哎，就看到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我偷妈妈的钱去买泥娃娃。哎，这个哪会记得、啊、那个时候哎，他好像就看见，哎呦，在十一岁的时候在上海，我住在我姐姐家里，我就夏天就偷她的钱去买汽水喝。哎，就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读这个中学的时候，在上海读中学，看见这个校园里面这个花有的种的开得很漂亮，我就放学啊晚一点走啊，大家都没有在，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就带了一个这个敲泥墩土的那个的，把它一起看没有人，敲一敲，用报纸一包包带回家，种到我家里去了。所以这个做化学实验，化学实验在做，有那个化学实验一定要用烧杯来烧这个这个一些药，这个烧杯的玻璃是特别的，是 Pyrex， 这个玻璃啊烧不破了，所以过几天也到了我家里去了。那我刚刚说，我是念医学开头，念医学。医学啊，第一年就先来学这个解剖学。解剖学，就先要念这个人身上啊，300多根的这个骨头的那个拉丁文呐、啊，我现在都记不得了，要背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一个骨头里有这个骷髅头。头的里面，头部的这个，他们那个时候动乱的时候，大概荒山野地啊，也常有这种人死了以后啊，野狗把它翻出来啊，都是骷髅啊，他们就把它找来洗得干干净，消毒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个下巴这里啊，还装上这个弹簧，把它拉了那个上面，还一拉了这个下巴可以一动一动，我看得很好玩啊，也到我家里去了。我大概也做过舞弊，大概舞弊考试舞弊大概不多，就是这个小偷，我真是小偷，后来慢慢就变得大偷了，幸亏还没有，还赶快信主了，就变不偷了，就是那样的。这一看电影啊，我这个自己就觉得好像很了不起。我现在是近时代的青年了、啊，我是懂得很多的东西啊。好像这个架子啊，哦呀，就倒在地上，就感觉自己不行了。我就莫名其妙说：“哦，主耶稣啊！”就喊这么一句，这个就是呼喊主名了。呼喊主名。它并不是一个喊一个东西，实在就是喊那个对象嘛。好像刚才做见证那个王姊妹的王马一姊妹，他在哪？他这个人名字就代表他这一个人啊。那你说主耶稣，那你就是看到他嘛，就是呼喊他嘛。哎，奇怪啊，你喊了他，他就啊摸着你了，所以不晓得几分之一的秒啊，那个里面莫名其妙我就相信了，有一个东西叫做相信啊，就进到我里面，本来怎么会相信呢，但是很奇怪相信，然后呢，哇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啊好像亲戚一样，到我的里面啊，
好像这个人要飞起来一样。所以我就那个几秒钟三个感觉，一个感觉感觉自己有罪，第二感觉就感觉主好像这一个叫我一个东西，哎，一下就信了。第三，终于信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喜乐得不得了。我想陈汉弟兄他也是一样有这个情形，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呢，这个有的人特别原来没有信主，这样的被主遇见啊，都有这戏剧性的一种的情形。那也有了，如果是父母他是已经信主，你从小去参加儿童班啊什么，那你就因为听的道理多了，你就不太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情形，但是你也信了。这个就像人啊，这个慢慢的到了凌晨的时候，天就慢慢亮慢慢亮，到底什么时候亮他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就亮了。那个我呢，就好像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这个流星哇吹过去，呼啊就亮起来了。但是无论怎样，你就是遇见一样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确实叫你整个改变了。以后我也是像陈安弟兄说的一样，我这个一祷告组一个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这个心的地方完全的软化下来。我原来是非常理智非常客观的，头脑很冷静的，但是那个时候遇见主啊，我就常常啊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，我就这样呢就软化了。我想在座弟兄中很多人恐怕也有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这一位甜美的主啊，我就归入到他的里面了。那这一个一进去了以后，哎，奇怪，他是神，神的儿子，我们就信了。第二呢，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，而我也信了。第三，他今天复活了，成了看不见的那个圣灵啊，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也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弟兄姊妹里面都有那个灵，都有那个神圣的生命。我们跟各位啊有很大的不一样，表面看就像好像鸡蛋一样，你也是鸡蛋，我也是鸡蛋，但是你那个鸡蛋里头啊没有那个白白的，所以你就做了总统了，你还是那个鸡蛋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这个鸡蛋里头它有一个白白，它要逐渐长逐渐长，长到后来它小鸡跑出来了，你看一样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啊这个晚间这个简单的时间，这是各位在这里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讲什么，我们在这里这是主耶稣借着我们向各位伸出那个钉痕的手，说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把他的生命来给我们。所以今天就是各位这个生活生命啊改变的时候啊，只要你向他敞开心啊，他就要在你里面，在你就转你的这个啊。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主爱各位，也就在各位跟前伸出那钉痕的时候，愿意接纳我们进到他恩典里面。只要我们向他敞开我们这个心，我们默默地也可以，有声音也可以来求他，来向他祷告，结果你有的现在就能碰到他，有的你回家这个然后一下第二天早上，哎呀奇怪，好像天特别特别亮，
这个鸟鸣更这个好听了、啊，花更好更香了、啊。这里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，你要不要叫你的人生有这个重大的改变啊？啊，真好。那我们能不能请几位弟兄或者姊妹，为着亲爱的同学，他们的蒙恩呢、啊，为他们祷告一下，好不好？阿门。感谢你，阿门。来到我们人生的途中，阿门。来找我们，使我们找转变了人生的方向，阿门。一个方向，阿门。耶稣，你叫我们人生有意义，叫我们活着有价值，阿门。感谢你，阿门。在座的青年同学，愿你改变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改变。Amen. 不一样的人生，阿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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